变。神话短剑已经上架了，没有氪的小伙伴呢也没关系，准备氪的小伙伴呢也先等等，看完幽灵这期视频再说。首先我们先看开镜，这个视野是挺阔的，我个人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机械瞄准，神话枪那种悬浮的红点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着手感会轻飘飘的，会用不来。这次的神话短剑我是挺喜欢的。然后是换弹，哦，和黑铁换弹是一样的，但没办法，毕竟是传说枪嘛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检视，枪身呢初始为金色，在检视后呢会变成银色，之后呢就会在金色和银色之间来回轮换，同时呢这也是游戏里第一把通过检视来变色的枪。看来今年新年一把神话19一把传说短剑这两把武器官方在枪身特效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而且我发现即便在检视过程中被一些动作打断也可以完成变色，所以变。 OK， 我是幽灵，我们下次再见。